OK， 首先第一位呢是小玉同学带来的夸克，带的是自然之怒。OK， 打伤害的，看一下你的夸克，有顺看勾顺西。哎，这个害牙，这个害牙遇到夸克给我带顺你，加油啊！西对，好像没大了哦。你的勾确实很准，你的勾确实很准。你还要勾哦，假的啦，这个位置暂时喽，这个位置，哎呦，哇，勾顺，太吸，你那个勾顺太秀了吧，哇操，哇，守护女神哦，哎，这，你的预判太强了吧。